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Team Music 听音乐频道。今天呢是我迷你演唱会第三周，那就让我们来看接下来的影片吧。Let's go！其实我们其实好像是偏比较中午，因为有人迟到，拍太久了，对，有人迟到，所以不是有一句谚语这样说什么、啊？早起的虫被鸟吃，是吗？被鸟吃，早起的鸟，鸟完有东西，还这么简对不对？早起的鸟，早起的负面话，回复一下，哎呦。好想看蜜桃大风车，蜜桃是谁？就是那个团员留的，对不对？互相陷害的概念。蜜桃是谁？就是你是，你还问？就是你。蜜桃，你应该是想要看贝斯手的蜜桃。什么东西？你在说什么？这确定是可以播的吗？请自重，请自重。你到底在说什么？没事。这真的我救不了你。萧敬腾可以吗？哦、oh, ，好，我开始了。可以啊，开始。火烧皮囊。哦、oh. ，好。你是我是你的，你是我的，我是你的小蝴蝶。我的小蝴蝶不是你的小蝴蝶，不是阿飞的小蝴蝶。
我牵你的手，我们甜蜜的走，不用担心天天有我，不管现在以后。让我牵你的手，我们甜蜜的走，不用担心天天有我，不管现在以后。想讲的话，你看扇子也干嘛？站，站什么啦？走。你不看我身份地位，每次身处逆境都有你陪，有时失败没得自信，安稳加油打气随时待命。你不看我身份地位，每次身处逆境都有你陪，有时失败没得自信，安稳加油打气随时待命。牵你的手，我们甜蜜的走，不用担心天天有我，不管现在以后。